今天的主角是豆腐。台湾每人平均豆腐消费量是世界第一，将豆腐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也是台湾。可是少有人知道黄豆从哪里来，豆腐越白豆浆越浓，可能藏有玄机。还有百叶豆腐的惊人热量竟是嫩豆腐的四倍，难以抗拒的美食臭豆腐究竟安不安全？好好吃实验室一次告诉你。